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慕容悠。那今天我们要来实况的这款游戏是《诅咒宝藏二》，好，《The Cursed Treasure Two》。Hey heroes, leave us dreams alone。哦，好，现在开始看看，这是一个夺宝游戏吗？看有什么刺激的？哎，所以这样是故事情节吗？哦，不是，这是他们。好，《Cursed Treasure》。开始新游戏，好，所以我们将在 Middle Shrine 从这里开始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哦，我们要保护那些宝石，然后不要被那个英雄偷走。所以我们是坏人吗？ You are winning if you at least one。 哦，所以说我们会赢，只要说我们还有一颗宝石在的话，然后说捡到金币就是摧毁敌人，然后要把你捡起来，然后可以建立塔，然后在那个相对的颜色上。OK， 好，那我知道了。好，这边有个洞是可以躲在那个墙，然后是说兽人。哦，会打人，兽人会打。然后这个坟墓它这边是，哦 ，Ancient Future Corpses。哦，这次可以伤害。哦，坟墓可以造。然后这个圣殿也是可以造成伤害。让人类进行攻击，就对，这些人类要来夺这个宝，就对。哇，这也太帅了，这是塔防游戏。啊，帅哦！好，下一波。那我们现在有五颗宝石，就对，就五个生命。被捡出来，耶！动他，
两个就被解出来就对了。好了，怎么办？胜利！呵呵，耶，好。哎，我们有那个技能吗？
两波。
超级炮台，好，超级炮台。钢铁兵，
关，第五大关。哦，有坟墓。是一个塔，它可以去站顶，所以是从这边过了。
天都拿了四颗。好，再下一颗。超级士兵要死了。